生的 K 姐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款我们日本界的美容圣品。这一罐就是我们俗称的美岛水肌8G8G 紧实精华。它里面呢，最重要的呢有两个成分，一个叫做咖啡因，一个叫做山茶花。最主要能够燃烧呢我们体内的脂肪之外呢，还可以紧实我们的肌肤，让你松垮的地方有紧紧的感觉哦。最重要的是它的泡沫会发出8G8G 的声音哦，所以呢等一下呢 K 姐带大家来使用一次。 K 姐现在就来带大家体验三种不同部位的 8G8G。首先，先要上下摇，用力的摇。接下来喷在你想喷的地方，想紧实跟亮白的地方。哇 ！K 姐用过一阵子之后，发现如获新生啊！这罐绝对值得你拥有。